你怕脏？我被林春娇的病菌感染过太多次了，有抗体。我只知道我们的缘分一直在，我想用我的歌声来追回那段青春回忆。是不是想我？ 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《Sexy Look》黑面膜专家《我和我的四个男人》。